汪小菲的妈妈张兰近年积极发展直播电商事业，然而屡次引起争议，但在忠实粉丝的支持下仍创下不俗的成绩。近日中国甘肃省发生规模 6.2 的浅层地震，造成过百人不幸罹难。张兰就在直播中表示，自家品牌酸辣粉卖出多少就捐多少，为救灾献一份力。张兰透露，要是卖出10000桶就捐出10000桶，卖出100000桶就捐100000桶，并强调自己说到做到，一定会捐到灾民们的手里。然而他的这番话却遭到网友批评，认为他将消费者付钱买下的酸辣粉用自己的名义捐出去，根本是在靠买家集资捐款，还把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不过有网友替他还价，认为张兰的意思是买家购买酸辣粉后，他在自掏腰包捐出等同数量的酸辣粉，并非让买家承担捐款费用。